今天吃个两口，灵魂之子酒给。红烧鲫鱼排骨先爆头，
新疆的爆辣炒米粉啊，家人们。嗯，哎，这玩意儿真，我跟你说这玩意儿真给劲儿啊，这家是真辣呀。嗯，哎呦我去，太香了这玩意儿。新疆爆辣炒米粉，家人们啊，这个位置有小黄车，看看谁家的，网友江恒家的啊，全网全在卖，39.9，给你发6袋。这位置小黄车喜欢吃的直接拍，这是啥？是粗，你看没？粗粉的啊，老好吃了，味道嘎嘎正啊，家人们啊，料给太足，非常够用，中辣、微辣，还有这个爆辣的啊，特辣的，我这是中辣的，味道绝对嘎嘎的。哎呦我去，还得干一口，有点热，又热又辣呀。哇！其实这玩意儿我跟你说，就吃爆辣那个是最过瘾的。哇！热，太热了。上神器吹一下子，哼！这玩意儿老好吃了。麻辣烫，家人们啊，黏糊的，我得先干一口啊！哎呦我去，馋的哈喇子馋出来了。嗯，小土豆片啊，土豆片、藕片里边青菜都是自带的。哎呀！这也太香了，料非常足啊，嘎嘎黏糊。今天我没放完，往里头放了点干豆腐和这个金针菇，剩下里边都自带的东西啊，什么土豆片、藕片呢，还有那个里边那个豆皮儿啊，里面都自带。这款麻辣烫谁家的，家人们啊，看好了啊，李海龙家的啊，嘎嘎全给，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，头的啊，非常好吃，家人们啊。哎呦，咋全掉了？里边啊，这个面饼啊，家人们啊，蔬菜包啊，干菜包里边啥？这个是腐竹圈和这个干菜啊。麻油、醋、芝麻酱，还有啥辣椒油，家人们啊，底料包啊，掉看它掉一包，还有这个粉啊，家人们啊，这底料粉啊，这个必须全放啊，而且是你要是煮的话，就放一瓶半的矿泉水啊，家人们，放多水不行，水多不行，这玩意儿啊，你就煮出老弟的效果。哎呦我去，这玩意儿黏黏糊糊，老香了。喜欢吃的这块有小黄车，直接去拍啊。39.8发3袋，59.8发5袋，有微辣和麻辣的口味可以随便选，我家人们。哎呀，哎呀，上气儿了。
他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味道绝对嘎的。哎呀。哎呀妈呀，真香啊，家人们！哎呀，非常方便，味道非常好，在家吃个夜宵啥的，嘎嘎的。晚上追个剧啥的，饿了你就煮一袋啊，嘎嘎的，真好吃。哎呀妈呀啊，越吃越粘稠。有点热，它的面是三种颜色，哎呀妈呀，这玩意儿绝了，能香跟头，家人们，太香了。哎呀我去，真过瘾，我愿意吃这个啊，家人们。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这个锅这款的啊，要吃过这个都知道品牌嘎嘎硬。